看到今天前面头我有那个黑有黑头的草莓皮的姐妹们，今天让你看。很省事儿，就这么着就行。啊，就这么着，15分钟。好了，过了15分钟了，接下来。镜头反过来，大家看一下啊，看姐妹们，看边上这个有多大，看这上边都是洗下来的，现在少多了，因为我用了好多次了嘛，看第一次用的时候，我的天呀，都沾满了，就是后来越用越少，越用越少。鼻子洗一下，然后再涂一下这个毛孔收缩精华就可以了。姐妹们，这个真的好使，我一开始用的时候每次都粘下来好多，现在越粘越少了，就证明鼻子越来越干净了，是吧？一旦有黑头的，大家可以小黄车去拍。